妹子，妹子，别怕啊！再怎么样，你也是姑父的亲侄女，姑父的心再狠，也不会杀你的。姑父和你爹啊，是怕你到时再听靖开文的几句甜言蜜语，又要迷糊了。姑父，我不作证了，你不要害我，姑父。姑父和你爹想了很久，才出此下策呀。妹子，这药叫做疾风侯，可都是为了成全你的孝心呢。妹子，这俗话说得好，眼不见心里静，嘴不张事情无啊。啊！抓起了他！姑父，你放了我吧，姑父！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姑父，你放了我吧，君叫子皇子不得不亡。姑父，你放了我吧！不杀你，已经算是天大的人才了。抓紧了！姑父，你放！走。武志鹏，把人交出来。大人。搜。这走。哎哎哎哎哎，滚，这边干嘛？仔细搜。这禀大人，屋内有一女子已经昏迷。这把证人破刑。靖开文，这是你的证人吗？对。唐家证人，报上名来。听见没有？报上名来。武梅，你可愿为靖开文作证？大人，草民之女被这个靖开文玷污，恨之不及，告之不及，怎么能反过来为他作证啊？住口！本堂没有问题。大人，小女现在神情恍惚，郎中说她再不能受刺激了，可是现在……你给我住口！大人，草民虽是被告，可罪未落实，草民乃是受大清律法保护的子民，大人凭什么派人破门搜府抓人？大人搜府抓人便也罢了，可大人又凭什么放言要到乌府掘地三尺？大人，我乌之鹏，你给我住口！来人啊，给我把这个胡言乱语扰闹公堂的乌之鹏拉下去，重则三尺大板。这，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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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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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梅，本堂问你，你父吴志鹏可曾调换药物？吴梅，吴梅，把嘴给本堂堵上。这，吴梅，你若是难以启齿的话，本堂也不强迫你。这样吧，本堂问你时，你可以用点头或是摇头来表示是与否。你现在告诉本堂，这个墨盒可是你的私藏？五梅，本官问你。五梅，说话呀。五梅，快告诉本堂，这盒子
是否是你的私藏。五梅，你想好没有？五梅，你究竟说还是不说？五梅。吴梅，放开我！住手！起来！哎，哥哥，吴梅，起来！住手！住手！吴梅，起来！退堂！哎，格格，怎么样啊？吴梅她突然不愿作证，还把大堂搞得一塌糊涂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想去皇上那儿探探情况，晚上再去找找吴梅，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哦，一个小案子居然叫玉顾审成这个样子。还有那个紫嫣，你要去听审就好好听审嘛，居然跑到堂上去什么都不顾了。金毛，奴才在。你说玉顾这个人怎么样啊？皇上，您慧眼善察，哪用奴才多嘴呀、啊？你去了两趟刑部，是不是拿人家好处了？皇上，奴才冤枉，奴才哪敢呢？谅你不敢，起来吧。这，奴才谢皇上。朕看玉顾这个人，要么是个庸才，要么就是个贪官。皇上。奴才多嘴了，这案子他确实有点复杂。您想啊，这靳开文和吴之鹏各说各的理儿，靳大人一时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。依奴才看，要想把这案子审清了，非得包公在世才能审得清。对了，就找个包公来审。皇上，您说笑了，这包公都死了好几百年了，咱们总不能去把他给刨出来呀。不。朕突然想起一个官员，是包拯之后，都说他为官清廉刚直，善断疑难之案。有包公遗风，靳开文这个案子就叫他来审。哎，奴才知道，皇上说的是不是安徽巡抚包义正？就是他。朕马上让刑部把这桩案子发配到安徽巡抚衙门，让包义正来审。哎，皇上圣明。这案子啊，就得找一个刚直不阿、铁面无私的大臣来审，一定能把这个案子审清楚。好，到时候朕也可以领略一下包公后人的审案风采了。皇上的意思是要到江南去观审？对，朕要再下江南。奴才斗胆，皇上为了这事儿下一趟江南，是不是动静太大了？朕今日。接到江宁织造的密报，说江南许多官府十分腐败，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对我大清骂声不绝，一颗老鼠粪尚且坏了一锅汤，那么一堆老鼠粪呢？坏的那可是我大清的江山呢、啊、朕打算密下江南，微服私访，倘若能查出几个贪官污吏，拿他们开刀，以为朕天下官吏。皇上圣明。传旨玉姑，让他将靳开文尽快押解到徽州衙门。这。告诉慎郡王，就说
格格听审有失妥当，让他管好紫嫣，别再插手这个案子。还有，着令吏部补方伯年徽州知府，让他立即上任。皇上，方伯年可跟这案子有牵连呀。正因为如此，朕才做出这样的安排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这次咱们去江南可有好戏看了。奴才这就去传旨。哎呦，格格，您怎么还往这儿跑啊？皇上已经把靖开文的案子发到安徽去审了，皇上说要对你严加管教呢。怎么会成这样啊？我找皇上说说去。格格，皇上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，我看你就别去碰钉子了。那好吧，我改日再来。好。你说，梅子怎么回事？啊？梅子怎么回事？你混蛋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舅兄，我可不是我打的你。舅兄，舅兄，我要是不这样，咱们都得完蛋呐！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呀，舅兄，梅子也是我的亲侄女儿，我，舅兄，你打我几下，出出气啊！舅兄。我来呀，是想告诉你，我补上徽州知府的缺儿了。皇上还把靖开文的案子叫到安徽巡抚去审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可以喘口气儿了，休息几天。皇上把靖开文的案子交给你了？哎呀，没有，是交给安徽巡抚包义正包大人去审。你说这交给他审了，咱们不是可以喘息喘息了吗？喘息个屁。那个那个血包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皇上把案子交给他，咱们根本就没好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舅舅。哎呀，舅舅，还能怎么办？杀了靖开文。对，就在押解他的路上把他杀了。可这押差是刑部的，我说不上话呀。你去打听刑部的押差的是谁，这件事儿让王干去做。我这就去。